你到门口等我。是。怎么样啊？考虑的怎么样了吗？他是怎么死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找他，我要找我哥哥。他？哦，也许吧。难道你上周没有见过《金瓶梅》吗？一封。 写给我哥哥的信，你删除的痕，别为了一个吻，你也肯去爱上某一个负心人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快乐的时间少得很，在心中打滚，谁是你最美的爱人？ 你们今天坚强了吗？你们勇敢了吗？如果你把我当亲姐妹，妹妹我就来和你。